哦，汪经理。啊。啊。嘿。李先生。来了来了。哎、欸，九点来，九点哎，九、欸、点半来一个。那其他那其实是十点。都有啊，哎，他那个灯要贴灯条，他要用那个红纸先套上去画，哎，所以他们都来了，都来了，两组的都有。那个车号那个啊，你说那个复兴号或者是那个你要用信鸿号？正常嘛，六十一年到现在是六十一年，六十一年，那等于是四十几年。那这样算不算是因为南调那边是三年啊？南调那边不是，那边在不是不改，那边没有，这边取消之前这个很早就有，就六十一年就有了，对。哦，是南调那边。迁过来，迁过来才改迁新。哦，以前没有这样。这个第一届都在那里。这边的第一届。第一届和另外一届还没好啊。我这边的第一届。没有。第一个车厢，这个第一啊，一二三，这边才四五六。那就四五六啊，现在如果刚刚开始不好，因为这边的只有这一个车厢是用，把它拿过来。不是，有些三班制，那时候还有一个我们叫一个抢修嘛，抢修值班，所以晚上还有很多人值班，有一班的，一班的，抢修是抢修公寓。不是不是，可能是你是反正是四部都要，都要。可能是什么？那是想去这边啊？就是算机动班就会在这边。是吧？对。会多少？一般人大概最起码要有，一般人标准是七个，就是七个人，一个抢救班七个人，七个人要玩。现在有吗？没有。现在电话通在啊，还挺顺的。以前那个行动那个通讯不方便，打一个电话就是好像待在这里待命。因为这以前有些东西公务也不发达，马上通知了。这个着急，马上着急。所以现在会比较慢一点。
错了，还有什么？那个错。